好，玩具 TV 第15季第12集，今次到子龙啦。系啦，咁啊嗱，我哋今次咧就同大家一齐啦，开箱玩呢一只 Iron Man， 咁啊嚟自千直链嘅 Action 啊、Fighting Armor 系列第一弹 Iron Man。呢个咧，而家我哋就摆出嚟俾大家睇啦。一嚟就唔好讲少，即刻爆地俾大家睇啦。嗱，不過補充一句先嚇，今次我哋呢一個節目並不是爆玩具，而係原形不露。呢件嘢其實亦都係 prototype 嚟嘅啫，咁所以變咗實物同佢應該會有啲出入嘅，特別係喺關節度。冇錯，咁而家見得到呢一個咧，就係可以講話係接近啦製成品嘅質素啦，係啦顏色啦，咁啊一陣間會同大家輕微試下喐下啲關節嘅，因為我驚我輕微好啊大佬，喐一喐我就驚，即試版嘅散咗啊，即係爛唔係一個問題啊，散咗唔知點算啊，係啊，好咁啊嗱，首先一定要講咧，我自己好喜歡佢呢個頭，嗱俾大家睇下 ，zoom 近少少，你如果見到佢耳仔位咧，我覺得佢呢個設計咧係幾正嘅，你睇下佢直頭啦。即係嗱，頸會有頸嘅關節啦，但你如果卧高頭咧，佢耳仔位係冇喐過噶。佢係咪有啲連動㗎？我頭先見到個頭頂。嗱，你睇下卧高嘅時候，佢耳仔位咧係可以冇乜點喐到㗎，呢個位。唔係喎，點解唔得嘅？頭先得㗎，明明。有手鏈住。係啦，你睇下見啦，有兩節關節。係啊，我就見到呢度有個位置。係啦，升咗上嚟啦。係可以遮到後尾枕嗰啲遮手位。係啦，個髮尾位啊，可以遮到。嗱，放落啲你啦，會會會斷啦。咁有陣時如果企直喺度咧，你就可以即係見翻後面呢個 design。後尾枕。係啦，如果卧高頭咧又唔怕有嘢頂住喎，你睇下而家咁樣望曬。哦 ，OK。唔係，所以其實真係千直鏈玩 Iron Man 或者即係之前嘅 Re-Edit 系列咧。佢今次出呢一個 Fighting Armor 都其實真係滾瓜爛熟。係噶，同埋以往佢出即係機械人嗰種感覺啦，而家擺咗落去 Fighting Armor 一個人形裏邊咧，其實好拿捏得到咧個質感同埋個重量嘅。因為而家我哋拎上手啦，其實咧係好有合金嘅味道噶，即係真係聚手噶。佢係咪真係有特別下肢都有合金嚟㗎？我估應該大髀係嘅。嗯。係啦，我而家就咁摸咧，應該大髀。腳掌咧？其實我最重要係腳掌，因為變咗佢平衡咧，你想一個貼地性好咧，其實腳掌係合金係必然要做嘅事嚟。係啦，嗱，而家我哋企直俾大家睇啦。咁啊 ，zoom 少少個膝頭哥關節，因為呢個咧佢以往一路咧嘅賣點咧都係可以屈腳之餘咧係可以去埋後面 pat pat 位嘅，係啦，所以呢一個咧係佢其中一個賣點嘅。同埋價錢其實同之前 re-edit 嘅 Iron Man 都平一截。都唔係叫好多嘅，即係呢個我諗600多蚊都個啲都差唔多，即係1000啊咁。嗱，我而家我哋冇個實物比較啦，但係感覺上咧細只咗啲啲咁多嘅。冇錯。係啦，細只咗啲啲嘅。當然啦，亦都唔會話有啲咩燈效，唔好諗啦。600多蚊，我覺得完全冇乜大問題。咁啊，腳如果呢個 final 嘅話咧，呢度應該可以轉嘅。咁啊，大家咧即係要爆地 pose 就要留意呢一個關節位啦，因為咧你見到佢斜邊咧。你要做爆地的時候咧，你要轉得好啲咯，係啦，你先就得到個角度，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到股關節啦、腰關節啦，其實佢呢度有三層噶。所以點解頭先爆地爆得咁自然咧？就係本身佢其實心口下邊有一節，入邊係波 join 啦，腰中間又有一節，到 hip 同埋腰連接位又有一節，咁變咗你向前、向後同埋即係橫軸嘅即係水平轉咧。都會做到一個很自然的效果。你看做駝背都沒問題。我們咬後一點給大家看看。嗯，男人最重要是什麼？有腰骨嘛，大佬。對了，你玩拱橋都可以的，這些東西。你看，可以看本身它的金屬紅色和金色，金色本身都用了一些比較雅一點的金，變了其實撞下去，確實都真的不錯的。咁同埋我暫時即係見玩咁耐咧，亦都冇話即係喺關節同關節之間會有一啲妨礙或者容易會刮到。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 OK。係啦，嗱，講起關節咧，如果大家睇到個膊頭啦，係啦，我而家俾少少側面睇，係啦，你見得到咧，其實膊頭呢個金色啦，然之後咧喺個膊頭上面啊，我哋即係成日話腰酸背痛啊嗰嚿肌肉咧，睇下呢度，佢咧有個遮丑位㗎。嗱，我咁升咗上嚟，你唔見咗㗎，金色嗰塊喺呢度唔見咗㗎，但我拉翻出嚟咧，佢又係翻到喎，遮翻住喎，變咗其實喺呢個肩甲位同埋個胸甲位側跟佢有個杯，咁個杯就啱啱好可以將入邊嗰支軸就
即係大部分遮咗，咁變咗擺 pose 就會自然咗好多嘅。係啦，而頭先我講緊我最欣賞個頭部嘅 design 位啦，就係呢度啦。你睇到而家見到有條銀色邊噶嘛？誒，你直頭我高頭啦，誒甩咗啲，冇問題嘅，拍翻落去，係啦，誒就唔見咗啦，係啦，我高就冇咗啦，耷低咧又見翻喎。咁呢個好簡單嘅小心思，好貼心我自己覺得。唯一咧我自己少少視覺上嘅感覺啦，個 armor 咧望落去咧個駁位咧可能要可動高啊，變咗咧個駁位比較窄或者低咗少少。但你可以推上去嘛？係，即係咁就變咗望觀感就會好翻啲咯。係啦 ，OK 嘅。啊，都 OK 喎。可以啦，係啦。可能耷低翻啲個頭咁樣。咁而佢都不失咧有背部啦，飛行個噴射器嗰個設計喺度嘅。咁啊，再三強調啦，而家我哋手上面拎住呢一隻咧，將近 final 嘅 prototype 嚟嘅。咁啊，所以啲色啦、啲關節啦，咁啊，同即係到時大貨應該會有啲少少唔同啦。唔同啦，不過應該都八九成似噶啦。咁啊，本身其實呢盒嘢個配件就唔多嘅。咁啊，最主要就係台座啦。今次台座佢就用咗一個叫做係新嘅款式，雖然唔講得上華麗，但係就同之前即係用到爛曬嗰個咧，就有啲出入嘅。係啦，好似不過係爭啲嘅啫。支架，另外同樣地都係有發射，即係手雷炮，係啦，手雷炮嘅手，同埋一個即係大張正己式嘅。揸龍爪手嘅，系啦，好，咁啊，好，或者等我又過下癮先。好，你攞。嗱，你問我，其實我自己嚟講，當然啦，呢個都係試版啊，重新翻。咁但係如果純粹講外形咧，我就收貨嘅。不過如果喺呢一個手臂架位，當然啦，有冇機會再改我唔知啊。我咁樣望落去就會有啲單調。另外就是我覺得平時纖直鏈處理 Iron Man 處理得非常之好的膝關節咧，今次呢個位置就有少少穿崩嘅。不過我重申呢一個係 prototype， 有機會大貨係唔同的，咁希望呢一度都會有啲改善啦。好，我自己純粹少少吐槽就係頭先講嗰個位置，我覺得如果個膊闊翻啲啲咧。就好啲啦，而家有少少下重上輕嘅感覺。咁啊，變咗我諗係擺 pose 嗰陣時就要就一就，可能要托翻高個膊頭啦。咁個感覺就會好翻好多。但係整體好穩陣嘅，即係我哋就咁喐兩喐已經企得好頂啦。係啦，你唔使驚佢向後昂啊，或者即係突然間喐一喐啊，會即係變曬位啊咁樣樣。咁同埋可動方面咧，都 keep 到水準嘅，係啦，真係唔錯嘅水準方面。咁啊，出完 Iron Man 就會有 Wolverine 啦，另外又會有 Venom 啦，啊唔係 Venom， Deadpool 啦 ，Captain America 啦，等等等等等嘅。Captain 就真係期待啦。其實我隻隻都期待。好，咁啊，都好啦，六嚿零，所以咁嘅質素，希望大貨會再改良埋啲細節位，咁就 perfect 啦。不過而家覺得啲色係唔錯嘅，已經做得係。係啊。好，咁真係。爆完玩具了，我哋冇錯啦！呢、這個圓形不老之後就哇，大家問咗好耐嘅$1 1蚊幣將會出現，我哋$1拍賣官會出現啦！哇，我帶咗一隻正嘢嚟啊 ！Good， 係啊，拭目以待，大家轉頭見。